文。见到各位寇连师哥哥姐姐们，我真的好开心啊！我希望你们能喜欢我，喜欢我。我已经喜欢你了，当选了吗？太帅了！你轻一点。我想问一下，这是你本来的声音吗？对啊，小鬼哥哥。你多大？你觉得我多大呢？我觉得你十岁。十岁？那可不一定哦。哎呀，我也可以是一个很成熟的少年。你想要我变成什么样的形态，我都可以达到。这个有点意思哦。对，你到底多大？我18岁，所以我还是个弟弟。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首《短歌行》，它是根据诗人李白的一首诗改编的。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，喜欢我的这个作品，它会炸翻全场。啊，我知道，我听九尾族的亲戚提过他。山海经距今可有数千年，在下对他的才艺颇为期待哦。开始你的才艺。等一下，妹鱼，我有个问题啊。什么啊，姐姐？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这样问好像有点不太礼貌，可是你刚刚唱歌的声音很像女孩子的声音哎。因为我是童子功，从小练到大，所以我可以任意切换我的声音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就是个可爱的男孩子。如果媚鱼也是可以做到的。好可爱，给你打 call。 谢谢姐姐。哦，对了，以前在朱沟山的时候，师父教过阿鱼一套五禽戏，正好我们有5个人，哥哥姐姐们你们累不累啊？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活动一下？可以，来吧。好，那这个五禽戏是这个样子的。首先提气运功，然后往下弯，对，然后再抬起来。啊，没瘦啊？你是不是卡住了？
小西，妹鱼又出故障了，妹鱼怎么回事？排查一下。没有数据了，没有数据了，检查一下看看。看一下是不是 grab， 现在是没有数据 grab， 还有 link 也连不上。不对，赶紧看看怎么回事。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碰到，需要多久？我不知道啊。现场录制中断，请大家稍作等待。